今天介绍三种免费在线访问最新模型 FLAS AI 的方法，包括它的 Pro 高级版本。我对比了 FLAS 和 Midjourney 生成的结果，这款文本生成图片的免费开源模型在很多方面完胜了 Midjourney。 如果你不会填写文本提示词也没关系，今天我会分享几个技巧，让你学会描写运动，生成有电影质感的图片。FLAS 模型有三个版本，看名字就知道 Pro 版呢是最厉害的，下面是 Dev 版，训练师提速版，也就是基础版本。 OK， 接下来介绍三种方法来使用这款免费的开源模型，包括它的 Pro 高级版本，我后面也会讲到怎么试用。 OK， 第一种方法是在 Hanging Face 网站找到 Black Forest Labs 黑森林实验室，不过在这里只有前面两个版本可以免费尝试，训练提速版还有 Dev 进阶版。 OK， 先点击打开提速版，来到了这个生成页面，我们先来看看 FLAS 对提示词的理解怎么样。来到输入框，输入我们的提示词，比如我输入一位漂亮的女生举着一块写着面条爱好者的牌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点开下拉框，这里可以输入 seed 种子号，也可以勾选随机种子。接下来是图片的宽度和高度，下面的迭代步数呢，我一般会选择一个25左右。 OK， 点击上面的 run 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OK， 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图片已经生成好了。穿着夹克还有戴着一个眼镜的女生呢，她举着一个牌子说自己是面条的爱好者。大家可以看到 FLAS 对提示词的理解是非常好的，牌子上面 noodle lover 面条爱好者每一个字母都没有出错，而且还会有一些细节非常贴近现实，比如她画了一个爱心，还有 lover 的 R 他用了一个大写，举着牌子的手指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右上角可以点击下载下来，再来到页面的左上方点击返回，我们试一下它的 Dev 进阶版本。我想提高一下难度，刚刚的那位女生只是用手来举起一个黑板，现在我想让一个男孩子直接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而且我要求他写的字数呢是多一些的，大家记得要把这里的引号加上。 I am a friendly superman， 我是一个友好的超人。在黑板写完这段话之后，小男孩要在结尾画上一个红色的小星星。最后我加上对场景的描写，阳光从教室窗户照了进来。 OK， 确认下面高级设置，对比提速版 Dev 进阶版呢多了一个 Guidance Scale， 参考系数的意思，这里我保持它的默认设置不改变。 OK， 来到上面点击 Run 按钮等待图片生成，比提速版多了大概10-20秒的生成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黑板上 I am a friendly superman， 我是一个友好的超人，没有任何问题，每个字母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就不是每个模型都能完全正确理解图像里面要求出现的文本内容，起码 Midjourney 用同样的提示词生成的就不行，它连 friendly 都没有拼对。而且 FLAS 也理解了我的提示词的意思，我让它在结尾这里加上一个红色的小星星，它还赠送了给我一个白色的小星星。而且表现特别好的就是我让它在黑板上写小男孩是一个友好的超人，它就把小男孩的衣着都展示成了穿着超人服。比前面生成的那张图片更好的地方就是小男孩确实是拿着一个粉笔对着黑板在写字，阳光从窗户这里照进来，照在小男孩的头发上面，还有手臂上的光和影子的搭配。小男孩的影子挡住的地方呢，在黑板上就光线照不到了。 OK， 点击图片右上角的下载按钮下载下来。再来看看使用 FLAS 模型的第二种方法，是在 CR 网站上主页左边免费 AI 艺术生成器，这里可以看到 FLAS 文本生成图片提速版已经上线了。点击打开，也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生成页面，左边是提示词输入框，
清空一下，然后就是生成图像的比例设定。可以看到，对比一些文本生成图片的应用来说， Flask 模型它生成的图像比例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OK， 然后就是种子设定，可以选择随机，也可以进行自定义的输入。 OK， 我选择一个随机。我们再来提高一下难度，教大家生成带有运动感的图片，顺便来看看 Flask 的表现怎么样。利用角色周围自带动感的物品来体现运动，比如飘逸的裙子、丝绸质感的围巾。一位芭蕾舞者被流动的东西包围着，摆出一个舞蹈姿势。 OK， 点击下面创作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OK， 图片生成好了，点击一下把它放大，可以看到这样生成的图片呢就非常有运动感，裙摆飘起来了，还有袖子也随着舞者的动作飘落下来。另外 Flask 也创建了一个落雪的场景，雪花的飘落也让图片更加有运动感。 OK， 返回图片的右上角，点击下载下来。再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两个相互作用的主角，比如猛禽捉鱼、猫捉老鼠，再加上场景描述，比如水被主角们弄得飞溅起来，这样的话会有一种水滴都要飞到镜头前面的运动感。一只猛禽用爪子捉着一条鱼，水在它周围飞溅起来，动态流动的水滴创造了一种运动感。 OK， 点击下面蓝色的创作按钮。 OK， 点击打开图片看一下，果然只要图片里面有水的话呢，水滴飞溅起来就会让整个图片活起来了。唯一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鱼有点假了，这也可能是提速版的问题。另外两个版本 Dev 进阶版和 Pro 高级版本表现应该都很不错，后面都会展示给大家。 OK， 再来到提示词这里清空一下。想要让生成的图片好看有动感的话，其实还可以利用运动轨迹带来的动静来描述运动，比如超级英雄跑起来搞得尘土到处飞扬。 OK， 点击下面的创作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OK， 来看一下这张图，尘土飞扬，而且搭配了一个爆炸的场景。当我们把运动描述出来了以后， Flask 模型分析了逻辑关系，在没有对场景有任何提示词描述的情况下，但是生成了让我满意的效果。再来告诉大家使用 Flask 模型的第三个方法，打开 Glyph App 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验到 Flask Pro 的高级版本，这是一个可以构建不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网站，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登录成功之后，来到页面 Build 构建按钮这里点击一下，再单击这里的加号，找到图像生成器 Image Generator， 选中，来到了这个文本生成图片的面板。首先是提示词的输入框，接下来在 Image Generation Model 图像生成模型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下拉框，可以看到有 Stable Diffusion SL、 Dairy 3，还有 Contralism VE。 接下来就是 Flask 的三个模型， Pro 高级版本、 Dev 进阶版、 Senior 提速版，我们选择 Flask Pro 版本。同样的，图片的尺寸呢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不过在这里呢就只有常规的几个选项了，没有刚刚 CR 的提速版里面的图像尺寸多。再来看看 Advanced Controls 高级设置，同样是可以设置迭代的步数，还有 prompt power 就是提示词权重， seed 的种子号也可以随机设定或者自定义。 OK， 我们来到提示词这里。大家都知道生成完整的手部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短板，那当然我要看看 Flask 在生成手部方面表现的怎么样。比如我输入提示词，三位女生在城市街道上，她们举起手对着镜头，后面背景是模糊的城市风景。另外教大家一个好方法，可以让你生成的图片带有电影质感，在提示词输入框指定一个摄像机的型号，比如索尼 FS9 就是一个电影摄像机，拍出来的图片效果会很好。F 光圈值设置为 1.4 的话，图片就会有虚化的效果，会让主体更加能抓住观众。 OK， 确认检查一下下面的设置，没有问题，我们点击右边的 Run this glyph，
等待图片生成。 OK， 单击一下可以放大图片，可以看到三位女生在做一个拜拜的姿势，她们的手都是非常的完整，五根手指，生成的结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因为我设置了一个光圈的数值，所以看起来呢，观众的重点就会放在我们三位主角上，后面的背景就有一个虚化的效果了。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细节，左边的这位模特她的手指是比较修长的，而右边这位女生她的手指就可爱一些，胖胖的，也就是 Frost 生成的手部也是非常多样的，表现非常好。 OK， 右击图片，选择图片另存为，把图像下载下来，再来到左边提示词输入框清空一下。不过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再生成复杂的场景来看看效果，比如光和速度体现在图像上，比如生成低视角镜头和鱼眼镜头这些不常见的镜头图像。Low angle view 低视角生成一张跑车飞速行驶的图片，告诉提示词需要一个运动模糊的效果 motion blur， 让 AI 捕捉街道上相对移动的光线 light trails， 8K 体育摄影 sports photography。 OK， 生成的图片尺寸这里我选择一个16:9。 OK， 来到右边点击 run disk lift， 等待图片生成。OK， 可以看到地面的效果呢，能感觉到车在高速的行驶，还有路边便利店的光影都模糊了，能感觉得到跑车在高速的行驶。OK， 图片另存为。那如果是真人在跑步，街头男孩在玩滑板车，生成这样兼顾人和速度的图像 ，Frost 高级版行不行呢？鱼眼镜头拍摄年轻人在街头玩滑板，滑行的时候会有动态模糊。Capturing motion blur， 晚上街道的霓虹灯会有光迹效果。Night shows， 同样使用 8K 体育摄影 sports photography。OK， 点击右边 run disk lift 按钮，等待图片生成。如果你对这个图片不满意的话，直接再点击 run 按钮，它就会重新生成第二张图片了。放大看一下。没想到鱼眼镜头的图片效果这么好，用夸张的变形来营造了透视感，非常有活力的一张照片。右击选择图片另存为，再来到提示词输入框清空一下，来看看 Frost 在创意图像上的表现，比如生成一只用意大利面条做成的小鸟。 OK， 点击 run 按钮，等待图片生成。可能单独看这张图，大家感觉不出来 Frost 模型对提示词的逻辑理解有多牛。那如果我把 Midjourney 生成的结果拿出来，阁下又怎么看呢？ Midjourney 生成的小鸟都要冒烟了，因为他以为我要做意大利面条吃，但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一个艺术创作，面条也能摆出一只小鸟， Frost 完胜。OK， 在这里 Frost Pro 高级版本每天可以免费生成20次，因为是免费开源模型，接下来肯定会有非常多应用更新，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很快再见，拜拜。